你好，这边吃吗？这边吃。好，那这边有菜单，你帮我拉一下。就是这个东西。啊。那一样面的。好，谢谢，不好意思，先帮你买单哦。你的四十，来，收你一百。谢谢，再加上肉脯料要提味，微辣的感觉在嘴里就是舒服。接下来这一道也是阿坤的菜哦。你好，在这边吃。酸度的味道比较重。